嗨，您现在正在收听2019年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这是117期节目，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又是非常忙碌的一周这么过去了啊，这周发生的事情也不少，这个高云翔的案件在这边好像又黄掉了，这个陪审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好像又是一个11-1的这么一个比数啊，就好像那个12公民一样，最后挺到最后把这个陪审团给解散了，据说要到明年再重新开庭。那高云翔在这边是黄了，然后国内呢那个高以翔又那个好像去世了，所以也是这个高家挺忙的这一周啊。那在这个忙碌之余呢，我们也是抽空看了点电影，然后做这一期的节目跟大家来聊电影。上周我们讨论的电影呢是《利刃出鞘》，这片子呢现在感觉好像是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蛮火的嘛，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讨论关于他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啊，然后对这个电影的观点啊，讨论区其实还是蛮热闹的。主要呢也是就是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觉得总体来说比较好看。这个电影的票房呢在美国现在来看反应其实还是一般的啊，对于他这个电影的阵容啊，对于这个电影的宣发努力啊，北美地区呢现在它的票房达到了大概就是54,900万这个样子，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我们中华大地区啊一共是2900万，总共加在一起呢全世界的票房是7800万这个样子，还没有达到1亿。那么我们中国地区呢其实是贡献了13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老张，你觉得对于这个票房成绩的话，这个电影算是达标及格了吗？我觉得差不多吧，反正这电影只是首周嘛，首周已经那么多的话已经不错了，因为它的制作预算的话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片子，所以从票房上来说的话，这个电影不会亏本的了，而且就很多人像我一样已经在等着要二刷三刷了。对，我认识几个身边的朋友也是在讨论关于二刷三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应该算是对这个电影比较正面的一个事儿吧。而且看这个票房呢是4000万美金的投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已经是保本不亏了。希望他们在下几周里面呢还会有其他的表现，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个票房来看，就从这个投入来看啊，是不是证明这个美国队长和这个007的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工资也不是特别高啊，就是我比较奇怪这个片子能够在就是40 million 4000万美金这个状态下就可以拍成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是觉得好像是钱都花在刀刃上了，因为这个片子看起来画面感非常强，风格非常好，然后呢就是演员的实力也确实是非常强，感觉好像是其实如果你想找一些有实力的演员，但只要不是说那些明星流量的那种大牌啊，其实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嘛这个片子。现在美国的话其实出的电影还是挺多的，各种各样就是评分比较高的这种冲奥斯卡奖的电影现在都出的挺多，所以大家对电影的选择比较多嘛，所以就票房可能就冲的比较散一点，但我觉得这个票房表现其实是还是可以的。另外呢本周我们要讨论这个片子呢，大家看这个标题已经看出来了，是爱尔兰人，它的英文名字就是Irishman，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了。导演呢是 Martin Scorsese， 这是也是好莱坞的一位殿堂级别的导演了。他这个电影呢改编自一本书，叫做 I Heard You Paint Houses， 就是我听说你刷房子，我听说你是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油漆工对吧？对。然后主演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老牌的好莱坞这些电影明星了，包括 Robert De Niro、Al Pacino、Joe Pesci、Harvey Keitel、Ray Romano， 这些人物呢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好莱坞的老一代的或者是比较有实力的这些面孔。故事基本讲的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Sheeran， 他是外号叫做 The Irishman， 他是一位二战老兵啊，他从就是做运货卡车司机开始啊，因为他有这个军队背景啊，然后就结识了一些黑帮人物，其中包括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叫做 Ross，从此呢一步一步以杀手和这个影子雇员的身份啊一点一点的接触，然后走进这个黑帮与政界混合的这一个美国世界。当时呢他就是跟美国卡车运输工会的一个头脑人物叫做吉米·霍法合作，变成了工会里面的一个高层人物，然后呢在今后这几十年里面呢他目睹了美国政界黑白两道啊，
这之间的就是大起大伏这么一个样子。其实它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描写历史的这么一个片子吧。嗯，对。嗯，这个片在讨论这个片子的内容之前呢，我们知道就是Martin Scorsese 呢在最近这几期里面我们在新闻点里面讨论过，那么这个电影呢我们也是在电影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新闻区里面呢讨论过很多次。那么老张，你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呢，你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呢？我是准备好这片子会很长，所以就是说我准要给自己准备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去看这个电影啊，保证自己不是吃的太饱，或者是太困，或者很想上厕所什么的。然后终于是在某一天的傍晚时间，然后看完了这部电影。当然看完了以后已经不是傍晚了，已经是深夜了，差不多。你是一次把这个电影看下来的啊？嗯，对，嗯，这个片子呢是比较出名的长。它的片长大概是3.5小时时间，而这是3.5小时时间啊，其实已经是被努力切减了之后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片子也将近5个小时啊。我觉得他没有非常努力的去切减。嗯，然后这片子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因为它来自一本书，然后书里面描写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呢，包括就是Al Pacino的人物是Jimmy Hoffa，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嗯，所以说他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来源于 FBI 后来对这个人的采访，在他就是去世之前完全是已经住在老人院里面的时候的采访，然后逆推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是比较有玩味有历史基础的。嗯，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就是喜欢这些内容的朋友会觉得看这些东西特别有趣有味道，但是如果对这些东西呢就是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是没有什么期待值的话，那么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完全是拿它当一个普通电影来看。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怎么看它并不重要，是它给我什么样的体会。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其实不应该是一部电影，它应该是一个5集的这种短剧。嗯，因为它的片长啊，它想说的东西都是挺分散性的。就比如说这个电影的主线是就是关于 Jimmy Hoffa 这个人物，他的这个刺杀这个事件是这个故事的主线，但这个主线基本上在电影出现了可能1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说这个东西，那么前面的话就可以是可以是就是这个短剧中的1集或者是2集是介绍这个人物背景啊什么的，然后再开始进入主线，然后在第5集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故事后续的东西了。所以就是这故事线就拉得太长对我来说，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作为一部电影来说的话有很多不需要的人物和情节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前面说的他好像很努力去切减这个电影，但我觉得并不是很努力，他还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好还是留着，这个东西好还是放着，就是太多的东西还是留在这个电影里面，使得这个节奏感特别的慢。一部电影我不嫌弃它长啊，就是说如果你节奏好的话，一部很长的电影你看上去的话还是很有节奏感，你不会觉得特别长，虽然你的膀胱可能会觉得时间长，但是你的大脑在吸收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时间长。但这部电影真的是你3.5小时你能感觉到这电影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很慢的流过。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动作不是很多，基本上就是这种黑帮之间的说话，你知道吗，是一部以说话为主的电影我可以这么说。而且就是他们的都是那些意大利口音啊什么的，就是每个人的说话方式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就是听起来的话有点单调性。但是我不否认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台词，但是在这个3.5小时里面的话，你就是你的大脑会有一种疲倦感。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啊，就是老马丁其实在拍一个给自己的电影，这就感觉好像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一个片子，像好莱坞往事一样，就是好莱坞往事呢，其实昆汀拍给自己看的一个电影。老马丁呢今年其实他因为他1942年出生的嘛，他今年已经77岁了，就是他在这个年纪呢他拍这个电影啊，现在他已经可能就是意识到了我已经这个年纪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了，所以说我现在拍电影呢就是自己感觉好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再去取悦其他人了，所以说他就是比较执着的要把自己想拍这个电影拍出来。那么像这些电影里面主要出现的3大面孔啊，包括Robert De Niro 是75岁，
Al Pacino 是78岁，然后呢 Joe Pesci 呢是75岁，这四个人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岁了。我估计这片子其实如果演员平均年龄来看的话，应该算是我们现在好莱坞里面第一的，就是最年纪最大的电影。但是他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他基本是走回到自己当初拍黑帮片的这个节奏和这个风格上去了。这为什么我说呢，就是他，我感觉他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是拍给自己的，就是说他在早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比较优秀的电影，就是其实就是他的这些黑帮电影啊，就是 Martin Scorsese 的黑帮电影，我们记得住像什么赌场风云啊，然后 The Goodfellas 啊，就是这些片子呢其实都是这个节奏这个构架的，描述一个人从接触黑帮社会开始，一步一步走向黑帮社会的高层，最后呢黑帮很难免的就是在电影发展的后期呢变成一个溃败，被国家警察呀，被 FBI 调查啊，最或者是内部的斗争啊，就最终呢就是大家分崩离析的，自己就是自己的自保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基本上是走这么一个从弱到强，从低级到繁华，最后在繁华之后又有一个溃败下沉的过程。就这个片子呢也是走同样的节奏。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可能是我对就这个三个半小时也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所以说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局部地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逗乐搞笑的东西穿插在这个电影里面，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嗯，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哈哈大笑，笑出来很多次。好吧，这只能说你的笑点太低了，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笑点都是非常尬的，绝对不会笑出声来的。但是 Martin Scorsese 拍电影拍了这么多年啊，老当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你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他在这么多年做导演事业上面的一个亮点？你觉得他这个片子是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呢？我不觉得。而且对我来说的话，这个就感觉是那种你知道吗，国内那种拍轻功戏的，今天就是请了这帮演员拍了这部轻功戏，过了几年的话又是同一帮演员又演一个别的轻功戏，又是不同的角色，但是就是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人就变成其他的角色了，然后你就看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到，哎，我之前看的那部片子里面的这些角色，你知道吗，有这个感觉。就对我来说的话，这部可能是 Martin Scorsese 他自己电影中的一个大拼盘，就这个菜也有，那个菜也有，拼在一起。但是你说这个菜好不好？这只是一个拼盘，并不是一个主菜。对我来说，我倒是觉得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挺合适我的胃口的。嗯，就是我在坐下来看之后吧，我觉得是三个半小时是很长。但是呢这个节奏呢始终没有在变快之后再变慢，它始终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向前走。就从这个Robert De Niro 作为一个，但咱不能说特别年轻嘛，他因为他在里面用这个数码去年龄这个样子去改他的脸，所以说回到他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然后从三十多岁的样子一直走到最后，因为他现在呢已经是75岁了，所以等到他排今天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不需要特别多的化妆了。所以我觉得我看这个片子呢，这个片子的递进程度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像 Al Pacino 已经很久没有演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或者是非常觉得就是有分量的角色了。Joe Pesci 呢，就是近十年里面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作品，除了偶尔给一些什么动画片啊什么的配配音，他已经没出现在屏幕上很久了。Robert De Niro 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演员。但是在最过去的这二三十年里面啊，他基本上是没有给我让我特别满意的作品，所以说看到今天这个就是爱尔兰人啊，我其实在心里面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就是看到这些当初特别喜欢的明星仍然在做他们就是没有失去他们水准的这些表现和作品，看得让我觉得挺开心。这个片子呢有很多在宣发时候的这些就是挑战啊，我估计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这几点，第一是电影特别长，第二呢是个片子呢讨论大概是50-60年代的这些历史事件，然后这个演员呢虽然说非常有分量吧，但是已经不是今天吸引票房的这些面孔，所以说这个片子在制作过程中呢多次出现了就是投资方面的这些困惑，就找不到投资的人啊，这个片子拍下来拍得很辛苦。这个片子差不多用了$200 million来拍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是片长是三个半小时的话，它在电影里面不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去看，它也在电影院里面不可能循环放很多遍，
对吧？一部电影你要就是本来是两个多小时的，你一天可能放五遍，这个片子你可能只一天只能放三遍。所以就是电影公司都不对这部电影看好，不敢去投资这部电影，所以最后只能沦落到了 Netflix。 虽然老马丁一直说哎呀，就是漫威的电影不是 cinema， 但是他自己的电影现在连 cinema 都进不去，那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我这部电影是拍给自己的，但是你如果要电影公司来投资的话，你还是要达到电影公司想要的东西，观众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太多想拍给自己的电影太多的话，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让普通观众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我看不进去。就像我在看那个好莱坞往事的时候，我是同样的说法，包括那个罗马我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太自我陶醉，自我陶醉的话就是有时候你就看一个人在意淫这个感觉一样了。我觉得一个导演如果太投入在自己的意境之中的话，他会失去一个审美感，他就觉得我自己认为美的东西就是美的，我毫不在意别人对我说的任何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你知道吗？这会使得他们没有进步的余地。是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也许不需要有个进步的余地了，只要继续炒他们的冷饭，做他们同样的东西就可以了，但这个真的好吗？我不这么认为。然后同样道理，这东西对观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习惯了他的东西，你就自然而然觉得他这么拍就是好的。那么很多昆汀的粉丝在看那个昆汀的新片的时候也是觉得，哦，这就是昆汀现有的风格，就是他自己想做自己的东西啊，我就是接受啊。但是你踏出我是昆汀粉丝这个想法来说的话，你客观的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真的好吗？这个电影在讲述什么东西？它的故事是什么？是完全不存在的。再说到这三个演员吧，如果这不是就是像漫威啊，就是所有的电影都是有联系的，是吧？这三个角色需要这三个人来演吗？因为大多数时候还是说他们四五十岁年纪的那个时候的事情，你需要找一帮那么老的演员，然后花那么多钱把他们弄年轻了来演吗？而且这个年轻技术就是在屏幕上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就是他们的脸虽然好像就是把那些皱纹什么都去掉了，但是他们身体动起来还是一个老年人身体动起来的那个节奏，他并不是一个年轻人在动的那个节奏啊。所以就是你这个电影拉的那么长的话，其实我看的时候我是完全觉得这个不是，就看上去不是很不正常，你知道吗？包括人不动的时候就坐在那边，他的坐像还是一个老年人的坐像。我觉得坐像还好吧，但是其中有几段，就比如说像Robert De Niro 演这个人啊，就是 Frank 对吧，他在出手打别人的时候，这些拳打脚踢的过程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让一个75岁的人，就是他就是你不看他的脸，只看他打人的样子，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关键部位啊，就打不动啊，真的。对，就其中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他跑到就是他的女儿吧，好像应该是在杂货店里面打翻了什么东西，然后被这个店主训斥了，然后呢他带着他女儿去找这个店主理论，然后就是在这个商店里面把这个店主就抓出来，抓到路边，然后就是用脚去踢这个人，把这个人摔倒在地，然后就痛扁这个人。当时看他打这个人的这个动作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觉得憋一股气，你知道吗？替他使劲，但他使不出来，真的是一个75岁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办法。但其他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呢手插在口袋里面，然后就是这样说话，这样就还好。但是你要看他，就是他，因为他当卡车司机当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在屏幕上多次出现他在开卡车，然后上卡车啊，下卡车啊，在卡车附近走来走去啊。但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确实是能感觉到他年纪蛮大的。你说这点其实确实是挺有道理，就是说，包括那个Jimmy Hoffa， 他在那个牢里面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那个动作那个感觉，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年轻版的 Jimmy Hoffa。就是一个 Al Pacino 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在那个动作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姿势感全部都是一个上年纪的人。所以这个电影就是 de-aging 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就是短暂性的可以骗过别人，但是时间太长的话你还是看得出来的。这我要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像复联四三个小时的电影，其中那个美国队长所有的戏份，你让一个老人来演美国队长，然后就是把他 de-age 了，变成很年轻的，
对吧，看上去很年轻的去演美国队长这个角色，就为了最后那个镜头他可以恢复自己本来的年纪演那个老头版的美国队长，这有必要吗？这合适吗？这还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是这些角色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是一点。如果是你找一帮老头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演戏的，你然后说现在把他给弄年轻的话，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找一帮没人认识的话，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做这个事？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如果要是说他这些人你不认识，你何必给他做这个什么什么去年纪，对吧？嗯，如果要是找年轻人来演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理解到后来，因为这个电影呢，真正通过情感来联系观众，让观众觉得啊，人总是有一天会老去的，不管你多繁华的，就是这些成绩和建树，等到你老去的那一天，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吧？因为你最后老去了之后，你需要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啊，这些家庭啊，这些朋友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年轻的时候不管挣多少钱多么牛其实也是关系不大。那么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有 Robert De Niro 这么一个70多岁的人在演这个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分量是到了的。当时给我一个心理上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就是觉得这部分非常好。但是如果是说年轻的时候不用 Robert De Niro， 那你这个基本上这个局是个死结。其他的呢，像 Joe Pesci 和 Al Pacino 的这两个人物啊，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年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时间里面他们并不是很老，所以说为什么要找这两个老头子来演呢？可能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老马丁的亲友团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 Al Pacino 之前没有跟老马丁合作过，对啊，是我想说就是 Al Pacino 跟老马丁以前没有合作过，是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请这个人来演？但是我不能不说，就是Al Pacino 在这个片子里面呢也确实是非常出彩。他演这么一个从来不服输的这么一个倔形象啊，就是演的确实是非常成功，让别人一看就觉得这角色感觉好像就是为他量身定做而写的一样。但毕竟他确实是年纪太大，所以说在演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有很多具体身体上面的东西呢确实是努力不到，包括像他在监狱里面像你说持冰激凌之后然后跟对方厮打，后来在这个咖啡店里面要跟这个小对头又继续聊天，因为人家迟到而不高兴，然后又跟人家厮打起来，就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是觉得他年纪很老，很难就是不看到他当时也确实是在挥舞胳膊的时候年纪过于大。但是像 Al Pacino 这个人物角色我看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过瘾的，因为这人好像是已经很久没有在屏幕上出现了，特别是这个性格，就是最近没有什么好的制作能让他来，然后他一般性都是去客串一些喜剧啊什么的，Adam Sandler 那些喜剧里面，就大家都比较对他的表现比较失望吧，所以这一类的片子还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吧，我觉得。对，就是今天如果再拿当初的那些像什么《赌场风云》啊之类质量的东西放在屏幕上，其实我们大家的反应也是不温不火的。我觉得就是大多数观众对这个美国黑帮的这些片子已经是比较冷淡了，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了，而且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政治正确对这一点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这些导演总是把意大利人弄成这个黑帮啊什么的，其实对意大利人是非常不公平的，你知道吗？就像有老外跟我们聊中国电影的话，他们只会聊这些功夫电影，对，李小龙就觉得哎呀，中国人都是会功夫的，然后那么这些老外跟意大利人聊起来都觉得意大利人所有的人都是黑帮，知道吗？所以也是对别人一种很不尊重的一种方式，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老马丁啊或者是那个 Francis Coppola 是不是就是把意大利人太平面化的来指定了，然后就是让大家对他们有一种歧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也不是吧，因为你在想，如果今天我们在考虑当年那么多年我们看过的香港电影，那香港电影里面的黑帮啊警匪片啊就是不停的来来回回几十年都是这么一个主题，对吧？对于黑帮片呢，它之所以关注就是50、60、70年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确实是有历史基础，而且是像老马丁这个年纪的人啊，就不只是说像70多岁的人，像60多岁的人可能在当年也确实是有切身感受，就是他们身边的政局啊大环境啊其实是被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控制的，相对来说渗透度很深的。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可能是这个社会影响力或意大利黑手党的这个对社会
结构的冲击呢没有像当初那么强了，这个东西并不在年轻人的脑子里面，但是如果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可能是对那个历史时代记忆蛮深刻，所以说这些故事呢都发生在那些历史时代。对于老马丁来说呢，他在最年轻的时候或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可能也就是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呢他选择了这个主题的东西，所以他最好的几个片子全部都是环绕着这个主题，环绕着这个内容和这些人物性格出现的。所以说我们也感觉是每次看他的片子的时候呢，感觉就是熟悉感特别强啊。讲的人物呢就是出现的面孔啊，讲的人物啊，这些性格曲线啊，这些发展曲线基本都是比较类似，所以说他拍这些片子也是最熟悉最舒服。那么今天如果再拍这些意大利黑手党的东西，然后挑一些年轻人来演，把这个时间设定在今天，我估计是完全不可能了。我觉得也是，就是说明这个导演对现代社会比较脱节吧。我觉得他所有的电影就是没有什么现代的东西，都是在说这些老时代的黑社会啊什么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他是最了解那个时间段。但是他对这个时间段的了解也是就是正好就是证明了他对现代这个东西非常脱节，所以他对漫威说的很多东西其实只能证明他其实没有去看这些电影，他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也不知道现在对大家对电影的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近年来呢他呢拍了一些像什么 Shutter Island 啊，然后像华尔街之狼啊，就是引入了像小李子之类的人物嘛，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今天的娱乐环境和电影世界呢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努力的，只不过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呢还是属于这个电影黑帮电影世界，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最后做出来这个东西表达自己的水平和意愿的，就是拿着向漫威电影世界还击的这么个作品，还是这么个东西。对，我很奇怪，就是电影里面没出现小李子嘛，因为这几年我觉得他跟小李子有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相互共识吧。我觉得也是，可能小李子对他还是比较失望的，说实在的，就那几年的话非常拼命的要演他的电影拿影帝，但是都没有拿到，最后演了个别人的片子拿到了影帝，所以后来也可能就是从此以后也不跟他合作了吧。Robert De Niro 就是说这个演员嘛，是我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的演员。老张，你对这个人你的看法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Robert De Niro 和他之前就是最火旺的时候的 Robert De Niro 完全是两个人，他现在的表演方式什么的跟当初演那个教父二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觉得他演戏的时候就是脸部表情永远是那种就是嘴是倒钩型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就是永远是这个表情。这个让我非常的反感，因为他的演技是超过这个的，但是老了以后他可能是脸上肌肉动不了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感觉现在他的表演在他脸上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是对 Robert De Niro 其实这几十年来说我是比较失望的。我是觉得对这二三十年里面他的对电影的选择啊，我觉得是有一个存疑，经常会接那些就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片子。不，这我不同意啊，就是烂片可能是有，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烂片里面把自己这个角色演好，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只能证明就是他对在烂片里面这些烂角色呢他不是特别认真。对啊，那就是跟 Bruce Willis 一样的了。对，那就是想说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呢，这些人呢也经常出现在烂片里面嘛，比如说像 Gary Oldman 对吧，然后或者是像什么 Morgan Freeman 这些人物呢，他们经常出现在烂片里面。像 Morgan Freeman 这种人物嘛，他在那个什么什么陷落系列里面都经常出现啊，对吧？所以说，但为什么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即使演这么多烂片，我们对这个人物呢，就是对这个演员呢，仍然是有信心，仍然是觉得亲近感，对吧？仍然不觉得这些烂片影响这个演员的身份地位和成绩。那 Robert De Niro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糊里糊涂的就变成一个三流演员了。因为他在烂片里面做丑角啊，你知道吗？他没有很好的去把自己这些，把自己这个人物去挖掘什么的。你说那个 Morgan Freeman， 他比如说在 Lucy 里面，他这个角色根本没有什么戏的吧？但是他没有把这个角色给演烂掉啊。我还是因为当年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人，所以是这么多年呢，一直对这个人物呢就是有一种幻想。
就是觉得其实呢他并不是他这是在这些烂片里面的表现的这个样子，他其实还是有真正的表演能力，然后就是只不过是懒得去使用吧，或者是只不过就是为了领盒饭拿工资然后就走了。今天看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其实他还是做了非常非常有深度的努力，特别是在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所以说我在看这个人物的时候，特别是到后来他在给就是自己的，就是因为他是刺杀了吉米·霍夫的这个过程之后，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避免谈这个话题嘛。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是跟吉米·霍夫的老婆去打电话那一段，还有后来他去给自己挑棺材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自己年纪已经太大了，给自己安排后事的时候，选自己的坟墓，就是选自己的这个棺材，然后还有就是他等在银行前面的这些人的排队里面，想跟自己多年不跟自己交流的女儿说句话，就是这些情节对我来说，其实他还是非常圆满的达到了他就是真正的表演水平的。至于前面呢，就是有很多其实是属于铺垫，这铺垫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都不止，就是只不过是讲他跟 Jimmy Hoffa 在有联系之前，甚至包括他跟 Jimmy Hoffa 已经有了一段合作关系了之后，这些东西呢其实也都是属于就是背景方面的东西，让你了解了之后慢慢对这个人有一个情感上的依赖性，然后呢才在后来他有这个人生的下滑过程的时候呢有这个心理上的冲击和压力。这个也是老马丁电影的一贯的这个风格和节奏吧，就是慢热慢热，慢慢的一点一点热起来，到最高潮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动作方面的释放，其实也只不过就是啊，人生也只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就这种惆怅感。所以我觉得片子节奏还是好的，而且我对Robert De Niro 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呢我其实还是蛮满意的。我觉得好像是很多人说这个片子其实 Robert De Niro 这么多年表现最好的片子啊，然后就是最近是在奥奖上面也好，觉得好像是他的名字多次被提及啊。我觉得他的表现就是因为他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嘛，就是他的戏份比较多，给他能够去充实这个人物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你说这个他演的有多精彩吧，也没有。就说他因为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物，这跟 Al Pacino 那个角色是相反的。 Al Pacino 那个角色就是非常适合 Al Pacino， 他反正是演这些非常色彩性特别强的这些人物的时候他永远就是演得特别好，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去show off 他的演技嘛，对吧，就像我们看那个08版的那个小丑的时候一样，因为他非常的夸张性，所以大家都觉得啊他演得非常好。但是其实同样的蝙蝠侠他在那边不声不响的，但是他的演技也同样的也非常好啊，但是那部戏就是被那个小丑给抢戏了嘛，因为他的表演非常夸张。那么这部戏也是一样的，大家都觉得哎呀 Al Pacino 好像的就是特别的夸张啊什么的，那就是 Al Pacino 以前的电影也是这样的嘛，是吧，对，就是那个 Scent of a Woman 啊什么的都是这些比较夸张性的人物，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夸张性的台词让他特别容易被记住。但是 Robert De Niro 在这部片子里面是比较扎实的，但是我并不觉得他就是这个人生中最好的一部电影吧。但很多时候大家拿奖都不是人生最好的一部电影，包括小李子包括老马丁，老马丁的无间道根本不是他最好的电影。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完全情感分，对，完全情感分。对对，那么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观众给这些老人物也是有一个情感分打在那边的。我在这三个角色里面，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 Joe Pesci 的角色。Joe Pesci 的角色，他第一不是一个，他不是 Robert De Niro， 他这个作为故事的主线，他是个配角。他的配角又没有这个 Al Pacino 那么嚣张，是个很比较低调的人物。但我觉得他把这个人物是演的这三个人里面让我觉得最舒服的。我觉得 Al Pacino 的话，他在哪个电影里面好像都是 Al Pacino。嗯，就感觉好像是因为你最熟悉 Al Pacino 的电影是哪一个？是 Scarface 吗？刀疤脸吗？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那个 Scent of a Woman。是吗？我对 Al Pacino 最熟悉的两个电影，一个是刀疤脸，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另外呢，他有一个叫做 Any Given Sunday， 是讲美国足球的，他在里面做一个教练，也是一样，就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呢，非常躁的人物，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嚣张，非常躁，非常自我为中心的，然后就是不接受别人意见啊，就是然后最后呢，总而言之会吃这个苦头，对吧？我就是觉得 Al Pacino 呢，他只要在电影里面做 Al Pacino 就可以了，以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呢，他跟 Jack Nicholson 差不多，嗯。
对吧？就是说他并不需要演出超越自己的东西，他只需要在屏幕上做自己。那么呢，就是说其实是关于 casting 的问题， casting 觉得这个位置让 Al Pacino 来演最合适，把他请过来就指定没有问题，主要看这个角色，对吧？Joe Pesci 这个角色呢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如果是能给大家留下印象的话，完全是因为这个人物做得好。因为这个人说实话，这个人物性格啊比较人隐，就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他那总是很有机心的啊，感觉好像其实就是一个幕后的老大这么一个身份嘛，对吧？什么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什么事情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波澜不惊的。所以说这个人物呢其实很容易照其他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演员来演，可以演的就是差不多。但是 Joe Pesci 呢在这个电影里面确实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对这个人物呢就是在不同的电影就是电影环节吧都对他有期待感，觉得他应该在这个时候有输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确实也是有输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人物看起来也确实是挺有意思。而且Joe Pesci 这人物啊就是个演员啊，他也是有比较有 range 的。其他的朋友可能应该是在就是致命武器啊The Little Weapon 里面比较熟悉他演一个特别能说的一个会计啊。嗯，那个片子里面他演绎的人物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不怎么说话，一切都在运筹帷幄之中啊，就是这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那你还说到小鬼当家呢是吧？对，但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数码去年龄的这个处理啊，我怎么觉得他鼻子特别大？我这个片子里面这三个人的鼻子都特别大。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就是数码去年龄这个手段和这个技术啊，还是没有百分之百成熟有关系？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数码去年龄的痕迹，然后再加上这个鼻子，让我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引人注目。啊，我觉得还好吧，但是我注意到你看电影的时候比较注意别人的鼻子，特别是女演员啊什么的，一下子就看得出这个鼻子是做过刀的啊什么的。我看这些东西的话，我没有就是那么注意，但是我也明白吧，因为鼻子是人就是脸部最当中然后是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引起注意。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这些，我是注意就是说他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非常想接近这个 Robert De Niro 的家人，他是想做一个就是一个家庭朋友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他越想去这么接近，他们的家人是越不舒服，觉得这个人越恐怖。对，然后呢，就是一个反差呢，就是Jimmy 呢，其实是也是跟 Robert De Niro 的人物 Frank 的家庭走得很近，但是就得到了他家人的承认，所以至于后来呢，就是他的女儿知道其实是我爸爸把 Jimmy 干掉了。然后呢就是对父亲有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裂痕，多年不跟他说话。那你觉得老张，你觉得这个地方到底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说像 Ross 这个人物就没有办法融入 Frank 的家庭，然后 Jimmy 呢就可以？因为就是从他女儿的角度来说的话，他爸爸去做那么多的坏事都是因为 Russell 叫他去做的。对吧？然后 Jimmy 的话，他给就是整个社会的形象是他是一个工会领袖，他是为了美国好，他就是做事是很伟大的。就那个时候他们说了嘛，就是整个美国就是除了美国总统以外，他是就是说话嗓门最大的，大家听他说话的人是最多的嘛。所以他有这种很大的影响力。对，所以说感觉好像是吉米是一个有正直的人，对吧？说这一点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也是挺有道理的。所以说可能是孩子在直观上或者是在下意识里面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就是对这个人有一种恐惧感。这挺有意思的，不同人确实是看电影能看得出来不同的东西啊。对啊，不是光别看别人的鼻子。哎，你别说这个鼻子，这个片子里面我注意到的一点啊，就是说他们在去年龄的时候，特别是 Al Pacino 在监狱里面吃冰淇淋的那场戏让我觉得特别明显，就是说数码去年龄啊，这个人的上嘴唇动起来特难受。这是为什么？就是正义联盟里面那个超人把那个胡子去掉之后，那个脸看起来就特别奇怪的一个原因。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明晰的意识到，虽然说这个数码去年龄从正义联盟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3年了嘛，那之间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例子，包括什么双子杀手啊之类这些片子，到今天为止这个上嘴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他吃冰淇淋的时候，在他说话的时候，如果给一个面部的正写，这些数码的东西可以把脸上这些汗毛孔啊都加上去，而且加的位置非常稳定，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成就了。但是上嘴唇啊，看起来仍然是纸板化的，嗯，就是上嘴唇没有办法参与脸的其他表情方面的努力，让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再多花一点钱感觉好像是花了170个 million 的还是不太够，还可以继续花，这个钱花不完的。你看我说他的关注点奇怪吧，他还要跑出来解释，这越解释让我们的听众越发现其实包子看电影的时候这个关注点还是真的很奇怪的OK，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其实基本上没有怎么说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构架方面的东西。嗯，老张呢，你对这个电影的就是电影的结构，关于因为它电影主要是倒叙嘛，对，它是一个，它其实坐在老人院里面，其实已经是在跟他的神父等于是在倾诉他自己以前的故事，因为他不能跟别人说，他不能跟警察说什么的，他觉得他自己快死了，就是跟这个神父在说这些东西。那他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完全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一个人在说东西的时候经常会可能是时间久了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就自己说出来了，但不一定是真的，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在他的回忆里面，这个电影的构架呢就变成了一个road trip movie，你知道吗？就从一开始他跟 Joe Pesci 两人已经是老头了，然后要去参加一个人的婚礼嘛，就是电影是这样展开的，就是这两个人要开车从美国的东岸开到西岸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就是两个人的老婆就不停的要下车抽烟，对下车了好多回，然后这个就有点烦躁吧，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开到 Detroit 那边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的乏味了，对这个对这个开车的过程。但是呢，它里面还是就穿插到不同年份他们回忆到以前的那些事情啊什么的，这个是就是电影的，就是如果那个开车的部分是这个电影的骨头，那其他的那些回忆部分就是他骨头上的肉了，就这样一个电影的构架吧。这部电影的话真的就是你就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你说到这边行吧，那就继续看吧，但没有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点。我觉得这个电影结构啊，其实好像是老马丁以前没有尝试过，就是一个人在回忆过去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开车，然后在开车过程中呢继续在回忆以前，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老马丁试图还是在尝试新努力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辫子过于长了，所以说呢这个努力呢也并没有办法真的给我们一个不同级别的冲击吧。但是这个片子这而且人物太多，你知道吗？他回忆里面的人物实在太多了，所以这部片子长也是因为就是里面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真的。我觉得他的黑帮片子的话其实人物都是很多的，嗯，就是这些人物出现给你造成一个社会感，并不是说真正在给你讲一个就是也关注度很高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是在给你描述一个大环境，嗯，所以说人物确实是很多，但也难免的就是说这个节奏慢，然后让你记不住谁是谁。因为电影看到后来的时候，他提起来像什么 Tony 啊，然后提起像什么 Paul 啊这些人物啊，就是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他说的是谁了。有几个人物呢是没有出场介绍的。说到这个人物介绍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物出现的时候都会打上他的名字，然后下面打上他是怎么死掉的。死的还是说这个片子呢里面有很多就是非常跟搞笑的东西了，就是每个人物出现的时候你看他这个人物就是说啊什么什么怎么死的，脸上被打了几枪啊，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然后来呢有一个人物是自然死亡，对吧？没有被暗杀掉，对，觉得有一个反差。就是说这些黑帮基本上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被别人打死的，大多数人物都是这样的，每个介绍基本上都是这个人脸上中了几枪，这个人从背后被人打了几枪，基本上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对。另外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大耳朵，The Big Ears 那个地方让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意识到他在这里面其实在搞幽默。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叫我等了你十分钟是我能等人的最长最就是最最高极限，那边说其实你等了15分钟，然后这最后呢 Frank 中间插话说啊就等12分钟半嘛就是这些东西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挺多的，但拖得太长，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喜剧点他没有抓到，就把这个东西拖得太长了，就是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快进几秒，快进几秒就过去吧，这个梗已经说过了，不用在那边继续重复了，就这个感觉。
包括这个人物，就是他们，你说到这个环节，就说到这个，好像是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黑帮嘛，对吧？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非常的多余，就是说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墨水去形容这个人物，就是不停的出现这个人物，然后就是说那个 Al Pacino 这个 Jimmy 跟这个人物有多不合。嗯，对，不需要用那么多墨水去形容，因为他到最后的话，这个人物没有那么重要。嗯嗯，这个电影花了可能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来形容这个人物，但是没有，就是这个人物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就是在切减方面的话，还是有更多东西可以切减掉。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的话，它如果是三个半小时，它把这个精华的东西取出来，做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的话，它都会更加的紧凑，那么大家会更加注意到这些人的演技，而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又长又慢，然后对这个东西慢慢乏味。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慢热的东西，我是感觉它一直像慢热慢热慢热，但是最终没有热起来就凉掉了。这个电影是给我这样一个感觉，我其实期望有一个很高的高点吧，就是可能是争吵或者是什么要有个高点，但是这个里面所有的争吵就是不是那么的激烈，所有的谈话都是很隐晦性的，就是跑过来说，哎，有人跟我这么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对你的看法，是有人对你有这样的看法，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说。就拖得特别长，你知道吗？都这样的对话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对不对？但你拖了太长以后，这个东西就让人感觉乏味了。那么你说你在看这个Jimmy 在出了监狱之后，然后非常嚣张的希望能够得回自己工会的这个领头人的地位，然后重新回到参与美国就是政局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他做了很多非常生硬非常强硬非常抢戏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觉得他被暗杀是必然的吗？我觉得不是必然的，我觉得还是就是他跟黑帮之间的这个没有说清楚很多东西。黑帮觉得如果他上位的话对黑帮不利，因为他手中知道黑帮以前的很多历史啊什么的，但是就是两方面都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交谈。 Robert De Niro 就是当中这个传话的人。那这个话我传给你，你再传给他，然后他的答案你再重新告诉我，这个东西当中就失去了很多这个说话里面的这些语言的口气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能是个很大的误会。而且最大的一点就是最后那个工会选举， Jimmy 是很明显是赢不了的，他拿不到拉丁美洲那个黑帮的支持，其实他是很明显赢不了的。我不知道黑社会为什么要那么怕他会赢会上台，上台了以后可能会对黑帮不利，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余的一个想法。包括到最后要把他给干掉，这也是非常多余的，他们完全有手段能保证他赢不了。而且就算他赢了以后，他说的那些话也只是为了拉选票说的，他不会真正的去就是去针对黑帮的嘛，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误会，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所得啊。我觉得吉米在出了监狱之后呢，他被刺杀是必然的。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呢，就是已经有一些就是交代，就是吉米在做工会老总的时候，因为工会有很多钱，这些钱呢可以拿出来投资，这个投资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就是黑帮社会的这个经济行为，对吧？那么吉米在位的时候呢，他在这些东西控制着是很死的，他是卡得很死的，别人想得到的投资啊，别人想得到的钱啊，想做的事情呢，他一个不行一票否决，别人就做不了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暴君式的一个人物。在他下位了之后，上来的是一个软柿子，这个软柿子在经过几次什么车炸啊之类的这些恐吓了之后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柔和。所以说黑帮社会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规则，就是围绕着就是这工会的这些钱啊这些投资啊，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则，有新的人物在控制这些投资的走向。所以说吉米出来了之后呢，他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改变，他的死是必然的。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描述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看到这 Frank 在中间做的一些非常非常徒劳的努力，就是非常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朋友可以去安享晚年，或者是让我的朋友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个阶段。但是呢，吉米其实自己一个人在作死啊，这个作死真的是你不作死就不会死。所以说我在最后看就是 Frank 在做那个努力，他自己有一个testimonial 那一个聚会嘛，像一个颁奖一样的一个
一个聚会，一个 party， 那么他请自己的好朋友吉米来颁这个奖，然后做发言，其实也是顶着身边的其他这些黑社会的压力来做这个事情的。他非常希望能够救了自己的朋友，所以当时我在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就是说，他在吉米在跟 Russ 两个人在争执，那么 Frank 在舞池的另外一端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他眼睛里面流出来那种悲哀，我是百分之百抓得住，就觉得好像是自己的朋友，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指定是完蛋。那么这个电影在继续一点一点往下铺垫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想，他到底是会为吉米做什么？结果最后呢，他是屈服了，就是黑帮的压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把吉米干掉。这些东西在我看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其实是挺吃我的，就吃到我皮肤下面去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这个片子确实是有点长，所以说达到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前面那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是不是百分之百必要？如果把那个东西切断的话，或者切短的话。是不是对 Frank 和 Jimmy 的这两个人之间，这是不需要用语言说清楚的关系，能够表达得很清楚，让你在看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是可以以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说，不知道真如果是说这个片，要不然就是干脆就是四个多小时，让老马丁自己去切，切完之后呢，把它变成两张蓝光碟，对吧？完全放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市场方面的努力，票房方面的努力，完全放弃，就作为一个纪念版的一个东西，表述老马丁想讲的一个故事，就把它就放在这里就算了。或然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把它剪成一个两到两个半小时之间的东西，这样电影院里面的观众呢仍然可以去接受，因为这个时长呢是可控的，对吧？你的膀胱呢是可以理解的，两个半小时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电影呢卡在三个半小时之间啊，是不上不下，既不是上下集，也不是两个半小时之间你就是很舒服的一次性做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折中啊，让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有更好的选择。那么老张，你给这个片子打分吗？我给这部片子打个中。就是在听完你前面诉说了以后，我就觉得老马丁或者这部电影其实就是 Jimmy Hoffa， 你知道吗？他就是说我想做我自己的东西，这一点非常明显。他不想跟任何人妥协，他就是那么的顽固。那么，这最终也是意味着这部电影的失败，就是在于电影公司不想要他。对吧，就等于是处死了他，把他扔去了 Netflix， 就是说这个电影大家都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成也是成在老马丁，败也是败在老马丁。他如果可以把这部片子给剪短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子可以非常优良，但是现在这个长度真的接受不了，只能给他一个中。我在这个片子的看法呢可能是跟你有点差别，我想给这个片子打一个优。打这个优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这个片子确实是抓住了我的情怀点，就是有很多的情怀分在里面。Robert De Niro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重新想要回复自己当初最高的高峰的演技努力啊，让我觉得就是电影的后三分之一呢没有让我失望。OK， 我们再看一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好莱坞电影新闻。首先是迪士尼的真人版《阿拉丁小黑马》一样的破了10亿票房啊。那之后呢，就是这个阿拉丁的演员 Mina Masood。最近爆料他幸运不是很乐观的，在电影大红大紫之后啊，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的试镜机会。老张，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想怎么看？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想怎么看。首先对我来说，他在演阿拉丁之前他也谁都不是，阿拉丁就是需要一个这样中东的演员出现，然后他去演了这个角色，他在这个戏里面也不是非常的出色。大家都注意的是可能是 Jasmine 公主和或者是 Will Smith 演的那个 Genie 为主，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出色，他们所以他没有接到后面的很多试镜的话其实也是能理解的。第二的话，可能你的经纪人不怎么行吧，你要不要决定把自己的经纪人炒了然后再重新找一个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你手机可能有问题啊，人家要打你电话打不通啊。换华为啊。对啊，他想暗示什么？他想暗示的就是种族歧视嘛，这很明显的嘛。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你想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当你去看待这个问题，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证明你是怎么样去看待的。如果你第一个想到是种族歧视的话，那么你的看法就是种族歧视。但我觉得这个演员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员，那么这个戏过了以后他还是回到之前的状态，并没有什么。阿拉丁这个片子的票房确实是很成功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并不是很突出啊，就是说能抢他风头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是这个电影的冠名人物，
他如果是被他身边所有人都抢戏的话，那只能证明他的实力其实也就是 so-so 啊，对不对？嗯，我觉得就听他唱歌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他在唱那个 Whole New World 的时候就是中规中矩的，然后突然之间 Jasmine 开始唱了，哇，那人家的声音就是比他就是更加会唱歌那个感觉多多了。就那首歌你一听的话，就是男的比较弱，女的比较强嘛。嗯，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么出色，就是其他的电影的这个 casting 这些团队啊，也并没有在他身上看到什么潜力。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因为他想打这个种族牌嘛，感觉好像是说啊，你们其实我这个中东模样的这么演员，但我觉得好像是可能是其实给就中东形象的就是这些角色啊。本来也不是那么多，嗯，对吧？他如果回到高校里面继续拍一些高校青春片啊，就可能人还觉得他现在拍了一个10亿的票房的片子，他可能是价码和身份啊什么期待值都上去了，干脆就是直接就走那些便宜路线了。因为有很多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啊，就是不要钱都想演电影的，对吧？嗯，所以说这个竞争其实是大的。如果你要是没给大家看到一些你真正表演方面的这些潜力和实力的话，那么可能你有一段安静期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打这个种族牌，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吧？可能是。而且试镜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你自己去跑去别人那边去试镜吗？就像面试工作一样，并不是要你要别人来给你工作机会，是你要自己去面试啊，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他演完阿拉丁以后，就有很多人应该直接打电话来让他演这个戏，演这个戏。那其实就是你跟很多就是刚出道的演员一样，你应该去跑片场，你应该去参加面试，并不是要别人来邀请你去面试。所以他还是期望自己的命运像阿拉丁一样，就是被一个传奇所改变。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中就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嘛。对啊，又被骗了吧。OK， 下一条新闻呢，是因为最近这个R级电影票房非常成功啊，一系列的R级电影其实都是挺扎实的挣了钱。所以特别是最近的小丑这个成绩鼓励，所以说现在呢正在制作中的这个毒液二现在被正式定义为 R 级。嗯，老张，你觉得定义为 R 级是毒液的一个方向？我其实非常不喜欢毒液一，我觉得特别的无厘头，然后这些无厘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PG 电影的一个格式嘛，你要再把它做成 R 级的话，你就当中里面就加点血啊，加点色情的这些东西了，但是这个片子本身的这个无厘头感还是在那边的，我觉得并不会做得很好，并不是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R级的电影就是非常好的电影，这是个误解。小丑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是R级，然后就是你知道吗？自动把这个片子变好了，而它里面的表演，它想说的东西，那毒液你想说什么东西，要把它变成一个R级，这个才是个关键。并不是说把它做成R级了就肯定是好了，票房就一定成功了。不，你把它做R级了以后，你的观众群反而变少了。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吸引他们，把这个票房做起来，这才是关键。嗯，对，我觉得其实毒液一能够达到票房上的成功，让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嗯，如果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毒液一其实就是一个看完之后马上就忘掉的东西，我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毒液一那么成功。回到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种就是口水片爆米花片啊，就是它可能是其实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小丑的这么定位上，因为小丑这种东西其实是也不是可重复性很强的，它应该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像死侍一样的电影，动作然后再加搞笑。因为好像是毒液这个人物在漫画里面也是属于叨叨咕咕比较能说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是他应该是把自己这个东西变成R级了之后呢，感觉好像自己在娱乐性上或者是跟观众交流上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自由度吧，就是没有那么束手束脚了。嗯 ，OK， 下一条新闻呢是《星球崛起》将会出续集了，这一套已经我感觉是完整已经画句号的这个三部曲啊，在迪士尼合并了福克斯之后呢，就是又被挖出来了，现在正在启动续集的筹备工作。老张，你对继续看《星球崛起》的续集有兴趣吗？他是要做续集还是做再继续做个重启啊？我觉得续集的话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 Caesar 都已经死掉了，这个故事继续发展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并不是太多，而且就是这个主要人物已经不在了，可能就是吸引不到很多观众了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继续做续集的话还不如做一个重启，但是你做一个重启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
重新找谁来做这个主演，能超过 Andy Serkis 对这个 motion capture 做的这些努力啊？我觉得可能超过不了吧，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你现在放在这边的话就是两难。重启的话，你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构造，你做续集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方向可以走了。总的来说，你是不看好了。不是很看好。就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割韭菜的一个努力吧，能挣多一点是一点，苍蝇虽小也是肉，就是这个态度了。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不能让这个已经完整结束了的东西就结束呢？他的第一集他的故事方向其实是非常好的，跟之前我们看的那些星球崛起的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他第一集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那么如果这次如果要再重新重启的话，我是希望他可以从另外一个故事点切入，再说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电影，那我就觉得就是有点意思了。因为星球崛起是个老 IP 嘛，因为60年代的时候，还有就是90年代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有拍这个片子，所以说他最开始的时候，星球崛起是一个政治预言，讲的是人回到一个猩猩猴子统治的世界，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不一样，然后奴隶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过程，其实是个政治预言。那么在星球崛起的三部曲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我觉得一呢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最有联系的，冲击感是最强的。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就重新去讨论一里面讨论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关于人和自然啊，人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啊，全球在变暖嘛，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打出一张新的这个什么科技牌来，对不对？所以把这个故事重新揉一下可能能讲得好，但还是觉得好像是跟星球崛起第一集好像其实并不是非常遥远，所以重新讲这个故事是不是能给人就是带来一些期待之后胃口，因为确实是离得太近了。OK， 行吧，那么今天聊到这也差不多了。那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人一起来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 Spotify 以及 Stitcher 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17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